江碧周，家族豪门的得力心腹。我是这世上最了解碧周的人，这孩子就跟我的耳目没两样。冷静睿智的他，却深藏不为人知的伤痛。私生子，尽快处理了。一场隐秘的完美复仇即将展开，结局不是我死，就是郑墨兰眼中流出血来。7月12号晚间7点，金钱花。